咱各位同心啊，大家赞，大家好。昨暝睏有好无？搞骗，我来百几摆啊，拢睏袂好呢。哦，安尼哦，我若过坡就歹睏啦。有影啦。迄个对咱秘书长吼，已经八年外吼，哦，真正头毛乌乌变到头毛吹就白啊。吼，那么过来讲。过来小跟那个马英九者哈，马英九迄阵就该看白副总统，一个，迄是高雄市迄阵做市长时，我拢个叫白茶鸡啊，哈，啊伊带白副总统，嘛，啊加一个迄个江宜桦院长，啊坐直升机要去出巡。啊！即马伫无人机顶，迄个江宜桦江院长就讲：“我有千股一万块，我来甲包做红包，包十包，捡落吼，啊！人民啊捡到，我十个捡到一定足欢喜。”啊！这个白副总统就讲：“安尼一千股，即马行情安尼伤少啦，分做两包倒啊，等下方捡。”因就决定介欢喜，啊！像马英九讲，行情那意外行情吼，我包住一包倒啊，吼，安尼捡到人，迄个欢喜甲困袂去。啊！赛无人机，赛直升机，迄种外头过来讲，哎，你那无爱家己包住一包吼，安尼弹落吼，全台湾2300万人拢欢喜，安尼，对，好，先甲小金到遮。啊！我昨讲到这个，雷公拢讲歹人，啊，这句唔对，伫台湾这句唔对，啊，无是拢讲将，恁站的有咧想无？有想出答案的哦，讲来听看嘛。讲好人，哦，安尼就想无公平正义啊！啊，唔是，我来讲，雷公拢讲咱台湾人，有影。你敢捌食到因遐中国人到咱来台湾布条啊，互咱台湾人食？你敢捌食到？唔捌嘛？做田的拢嘛，咱的台湾的哦，这许多人。啊，这做田的透风落雨嘛是爱出去巡田水有无？做水花啊，破水也是破水花。啊，拢落雨时间，啊，迄阵时间落雨不是嘛？单位讲。讲了拢嘛，讲了咱台湾这农民，所以雷公拢讲台湾啦。啊，因遐难民，罗单位讲咧创啥？因伫眷村内底咧包水饺，咧拍麻将，对不对？要他讲也对，所以雷公拢讲咱台湾人吼。啊，这就咱台湾人有够衰啦吼。好，大家我讲不要怎么？不要把无知当幸福了。恁昨也未来遮上课的时，要唔知台湾遮真相，台湾人又中国人遮难民，咱从难民咧甲咱糟蹋呢。啊，但是你讲袂歹啊，较早咱拢骑脚踏车，人今麦大家有车人去开呢。哦，这国民党政府来，国民党来，咱较好起来，经济起飞。咱秘书长有讲，唔是咱台湾人够拍拼起来呢。若无美国，当伊美国市场落订单，予咱台湾人，咱无法度。唔是讲国民党够换经济安那，第一就是基本条件，咱台湾人爱拍拼、认真、骨力。第二个就是美国爱有开放市场，啊，无你讲。泰国人敢袂晓做电脑？伊嘛会啊，因为迄电脑咧组装迄固定的模式嘛。美国迄个英特尔做迄个中央处理器啊 ，CPU， 这个技术伊无放，但是其他周边的美国拢甲你教。美国当然一定会留一手两手，
掌握掉，迄核心技术无可能放。但是伊会教咱台湾的台积电，哦，你落去安怎做晶片，哦，落去做 IC， 哦，较早为电晶体一粒，即马换 IC， 即马超大晶 LSI IC， 过来晶片，好无？用美国人教，美国人教咱技术，佮教佮开放伊个市场，咱台湾经济较起飞起来，吼、哦！啊，这是配合美国，因为美国既然你蒋介石，你有讲要反攻大陆，啊，你要替美国收第一岛链这个舰船，就是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到菲律宾，一直落去到澳洲，这是美国的前线。好，啊，美国就讲啊，利用你啊。本来美国是要放弃蒋介石这个政权，按算要出兵把台湾摕倒转，结果韩战爆发，还救着蒋介石。韩战爆发了吼，毛泽东哦，百万解放军抗美援朝来打南韩，啊，所以美国为日本调伊个美军去过。去过南韩，啊！美国也希望讲台湾卖发生战乱，所以美国伫1950年六月二五韩战爆发的两天后，6月27号啊、哦，杜鲁门总统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哦、啊，派第七舰队伫台湾海峡咧巡逻，伊两个目的，一个无爱好毛泽东起兵来打台湾。好，嘛不爱好蒋介石反攻大陆。好，意思就是讲，美国只能在南北韩战争这个阶段有法度控制，有法度。伊若要两边作战，对美国来讲，伊的战线拖上对伊不利，所以伊希望蒋介石，你替我台湾顾好，好啊，我给你美元，哦，给你钱，给你美式的装备，安尼。即所以救着蒋介石，无本来按怎要甲蒋介石，吼、哦，叫伊讲看要去菲律宾，还是流亡去啊？好，伫咱漳，你阿未来的时，你拢唔知即个真相的事，你也感觉讲我有厝有车，吼、哦，啊生活都袂歹啊，我比较早日本时代要住草厝，还是住鸡厝啊？我即帮住大楼呢，你若安尼比，唔？你袂使看早期战后迄段时间来比，你即摆爱甲比讲即摆日本啥款？咱较早的台湾，迄个日本管50栋，咱脱胎换骨。日本管台湾40栋后，咱台北市就办世界博览会后，吼，1935年，吼，差不多35年到即摆70年前，即摆2015年了嘛，到70年前。咱就办世界博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敢那2010年，伊较办一个上海世界博览会有无？迄办咱哦60几栋呢。啊，你看咱迄阵台湾的水准就已经较悬啦，咱迄阵已经堪日本差不多平水准啦。结果咱即嘛尽力堪日本比，咱敢那用新干线、高铁，还是用捷运来讲？日本时代的人。东京就拢有捷运啦，吼。那么日本伫40几年前，因就新干线，啊，咱甲阿扁2007年迄阵高铁开通，咱已经慢日本，干那即高铁即个交通建设，咱就还要40栋啊。哦，所以台湾，那毋是讲有阿扁迄阵台北市伊做市长哦，我迄个捷运也创未通，迄阵法国公司马特拉有无？迄、那个木栅线做袂好势啊！啊，做甲马特拉讲要撤资，袂瘾阁做啊！啊，阿扁啊，硬做讲马特拉不拉，我们自己拉有无？啊，一年做一条，安尼一直开。这对咱台湾人做台北市长，台北较会起变化。你看马英九甲郝龙斌两个拢做8栋，拢16栋。你有感觉讲台北市有啥物好个建设留落后人无？有人阿扁也起嘛，捷运一条一条起有无？吼、哦，阿曼就定咧臭屁讲伊做猫男，啊做甲奇奇歪歪去吼、哦。
好啊，所以过去咱无了解台湾的真相是，咱敢若台湾的前途无我的代志，台湾人迄派过去的遐弱势团体，迄因含班。是，你若知影讲，咱过去日本甲咱教教，互咱台湾人脱胎换骨。台湾人日本管五十当了，第一守信用，台湾人守信用，讲话算话，台湾人守法，哦，白乌白放债就配头，吼、哦，要坐车要买物件叫排队，吼、哦，啊个守时间。你若讲时间吼、哦，日本时代咱咧讲火车上计讲。那满分有无？拢以分钟算的。中国人民来了，因讲的讲误点，一干那慢就慢几点钟的。哦，啊，那伫中国去平遐吼，算工的啦。火车吼，因咧铁路维修无好，有些歹，就爱等甲修理好，车开两过，啊，就拖几啊工。吼，所以中国人无守法、无守时间、无守信用。阮是大人，迄阵边边因在咧做生意也好，也是一般咧讲的，那讲话讲出去，答应你的遵守，唔加契约。即马去中国东来吼，咱即马要做生意，他也拢爱写契约，啊写有只只文件本，无效，我来出代志，吼、哦。所以伊在去日本教育过的人，咱台湾人拢足讲。应用的，是好来了，甲咱污染，因中国人都上高，吼、哦，因家己中国人嘛有一句话，十亿吼，诶、哦，中国人讲九亿，啊，十亿人民九亿骗，还有一亿在训练，我应该咧顺口溜安尼咧讲，表示拢咧骗，包括因自认为上聪明的孔明，有无？狄高良，伊36计，啊，迄都拢咧骗人诶嘛。因安尼自以为要，吼伊袂晓发明物件，啊上高发明着发明啥物火药，啊这火药拄啊上歹个物件，啊因拢咧做鞭炮，啊鞭炮这个物件伫台湾，还佫人咧放，这个是污染上严重个一个物件，伊拄啊三样拢污染，迄、那个炮若嘣伊第声响声音个污染噪音，好无？嘣伊了有烟。空气污染，崩了下来，炮的屑屑落来，环境污染，三样拢有啦，空气污染、环境污染、声音噪音污染，发明这两样物件，啊，佫互人，给人去做武器吼，做炸弹、炸枪、做枪支，好。那么真侪人拢讲，伊是无党无派，假清高啊，诶，政治迄个垃圾代志啦。咱中着国民党的毒，吼、哦！你无插，啥物人要插？吼、哦！讲不碰政治来继续割相，啊，政治是公共事务啊！你拢唔插，你拢无要好啊投票，吼、哦！有啥物款的国家，就有啥物款的人民，赶快有啥物款的人民，就有啥物款的政府。你选这个台北市市长马英九、郝龙斌。算出来，你啥物人算的？人民算出来啊！有啥物款的人民，敢会算出迄款两公的马英九这款来算出来？你知影伊做八年的台北市长做遐歹，竟然选总统阁又调的，请阁连任。啊，你看，我足有只想讲足看无起台北市民，才无志气啊，才无智慧啊！啊，这我来讲一个这个。两个迄个兄弟啊吼，迄阵古早无闹钟，啊因两个兄弟咧抬猪，所以两个兄弟有约束讲，啥物人先起床，啊着叫另外迄个起来讲啊来，起来准备来抬猪。但是到差不多50岁时，这个兄哥觉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讲开始要食菜念经拜佛。啊！因个小弟继续抬，但是同款，在时啊，啥物人先起来先叫，结果两个兄弟啊，拢百岁年后了，结果迄、那个兄哥落地角，啊落地角，迄、那个
兄哥吼，个阎罗王抗议，嘿，我拢念经拜佛，我哪会落地狱？阎罗王讲，你在生的时，你拢怀着好心做坏事啊？我哪有？伊讲，阎罗王，你是不是拢透早起床起来，叫恁小弟去抬地？所以你还落地狱啊？小弟煞上天堂，因为你小弟怀着好心做好事啊，伊叫你起来，兄哥起来念经拜佛，吼、哦，所以上天堂，吼、哦，所以咱你今仔有法度来遮上课，你爱感谢你的亲情、你的朋友，甲你鼓励来，伊好心好意，要爱你来遮知影真相。哦，但你知影真相了，你一定心内负担，你的肩胛头会加较重，讲啊，我要来替台湾做啥物代志，吼，一定有这个抱负。啊，但是另外有你的亲戚朋友嘛，安尼，甲你动，嗯，某某人你莫去哦，哦，警长你莫去，嘿，台湾民政局是诈骗集团哦，你莫要拐钱去。啊，伊这个是怀着好心做坏事，你若听伊的。啊！你今仔无来遮，啊！你着冤枉被骗，骗到百岁年老哩嘛？会知讲死得不明不白啊！唔知影讲，咱去用欺负咱个咧，咱去用出卖个咧斗算钱，吼、哦！你个斗算钱，吼、哦！啊！所以恁今仔来遮，我真替恁欢喜讲啊！恁终于来遮有机会，吼、哦！读个觉醒个，吼、哦！再来，我来讲，为中国来拢毋是啥物好物件，好东西。这个东西，大部分拢咧讲歹个，好、哦。有诶，咧烧咩？你算什么东西？好、哦、不？就是讲，你这人歹，连物件都不是好、哦。那么，咱台湾出产香蕉甲山啊，哦，这香蕉香哦，日本人做爱食。山药嘛，香日本人嘛做爱食。啊，怎么？但是你若把这山药香蕉你甲卖去厦门、漳州、哦、闽南区，卖不到好价钱，是吧？因为因嘛有出产香蕉山药，啊，因土地俗、人工俗，成本生产的成本俗，所以你伫台湾一斤香蕉拿20块，哦，买遐卖炒作，差不多4块，照成本卖哦。你袂趁钱，啊！你若搁加运费有啊？因迄边炒作2块落咧卖啊一斤，卖你个一半个价，因也有钱赚。啊！你卖4块无钱赚，亏了钱。但是你若甲咱台湾个香蕉山啊，甲送去日本卖，一定卖3至5倍，你都有钱赚。因日本人无多生产香蕉，伊也想冷，嘛无山啊，所以。同款，日本的来啊，甲苹果卖来台湾，哎，嘛是3倍的计数。啊，所以咱咧讲台北的地瓜节咧卖啥？南北货。高雄、三芒中街，因咧卖拢叫做卖南北货，无人咧卖东西货，对不对？拢美国人咧算什么东西啊？这都啊，你有我嘛有，吼、哦。拢有生产纬度同款的东西，像吼纬度同款的，你卖无钱赚，你都爱南北货安尼，吼南边的卖去北边，北边的卖来南边，吼安尼知啦吼。好，啊第一个就是韩流吼，尤其我住屏东，对这个中国来遐的，过去拢气象报告拢讲大陆冷气团呐，这唔对啦啦，大陆你拢改中国了对吧？中国来韩流。所以我来，我去更拿去吸到歹空气，吸到冷的风，我就过敏就吼，会生痰喏。过来，寒流来，我安尼定，伫冰冻烧热来到遮，随散了冷风，啊，就感冒。啊，所以我对这个寒流，我嘛足感冒的，哦，足个感冒，啊，所以我那对足感冒的。过来沙尘暴，啊，这。十几年前开始有沙尘暴，无以前无，吼、哦。啥物原因？这因就是这个毛泽东，毛泽东这个讲算两公啊，两公，
讲天才啊天才，伊为着要抄因赶美有无？哦，用人民公社啊，伊创迄个啥物土法大炼钢有无？每一个人民公社边啊拢设土炉要炼钢，要抄因赶美，啊要迄路啊爱行火啊，啊都周边啊树啊拢撮撮来做柴咧行，一挂树啊撮了了，啊树啊咧撮了，迄丛树会死啊。啊，几十年后，遐根也烂去。本来遐根是咧含氧水分，哈、哦，水土保持的。啊，他妈，迄丛树啊死，根也烂去，无法度拔土，就土石流也有啦。啊，土地沙漠化。啊，若东北季风起风，啊，就遐沙尘，毋是飞，佮飞过台湾，遐个飞来到台湾，所以台湾也开始有沙尘暴。啊，即四五年来，佮加一个雾霾，吼、哦，即、這个雾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哦，邓小平哈、哦，改革开放了，开始接受国外的订单，哦，接受国外去因中国个设厂，啊，来者不拒，只要你要来生产，要来设工厂，我拢予你设。啊，全世界迄高科技的国家，要生产一挂物件，伊会产生一挂毒，哈、哦，还是一挂废料，会污染环境的，人后边的人不爱生产，就拢。工厂拢刷去中国，啊，所以中国满世界拢工厂，变作做世界工厂，哦，这作条那里啊，这跟咱早期台湾同款，蒋介石叫咱台湾人讲，爱拼经济，拼经济，满世界开工业区，开加工区有无？来者不拒，你后边不爱做，就订单来，全厂刷来台湾，好、哦，所以咱比方用电有一个 RCA 哈、哦，美国无线电公司。哦，来台湾设厂，啊，伊迄个生产电子零件，爱家己用化学的酸洗的这个迄、那个液体来咧洗这机棒啦，洗这电子零件，吼、哦，爱产生一挂废水甲废气，这废水伊无经过这个过滤啦，还是处理过，电脑讲用莫打，咱莫打一般抽地下水，伊毋是。伊把这废水用莫达倒灌落伫个咱个地下水系统，所以迄个厂区遐真济人拿食地下水，拢癌症发生，甲今要咧过吼。所以早期咱台湾跟今卖中国同款，咱个土地足济，因为工业个关系，化工厂设置个关系，所以足济污染。你看像台湾照讲袂使有遐济间。清洁炼油厂，哦，咱做甲六轻，无包括本来张斌工业区要设八轻第八座，是许环保团体硬挡安尼挡掉的。迄阵白副总统讲一句名言，讲白海豚会转弯啊，拄着空气歹啊，水质歹，伊会走去边个，拢笑到。中国台湾只要两座清洁炼油厂，咱甲台湾人要用的都有够。但是国民党就是把咱这个所在当作客居之地，唔是要永续经营的，因随时准备要去走路的啊，所以伊足糟蹋这块土地啊，这无要紧啦，哎，反正这块土地唔是我的，无我派无要紧，那卖大地，我们出来欧美啊，要来美国、加拿大、澳洲啊，你看澳洲因土地台湾噶要200倍，因的人口跟台湾差不多2000，差不多400万。200倍台湾的土地遐大，他都舍不得污染家己的土地，伊嘛也要做清洁炼油厂遐石化的副产品，塑胶写出的这些零件，但是伊不爱做，伊有迄个专利、迄、那个技术，伊落订单叫咱台湾人生产，你台湾生产了物件，较大于澳洲公司的 mark 行销全世界，咱台湾人赚小可加工的费用。结果污染留在咱台湾，哈、哦，人澳洲都舍不得做下来化工啊、石化的产品来污染你的土地，啊、哦，因人口可能变多呢，但是他们土地虽然遐大，但是他舍不得污染，啊、哦，所以台湾人较早无环保意识，干那顾要赚钱，迄、那个国民党先来讲，啊，你做牛做马拼经济，拼经济，赚的钱去纳税金。
去予国民党咧乱开啊。咱啊100块的工程预算，差不多开40块，伫真正咧做工程咧，剩咧60块，头工减了分掉去啊。遐官员位低级的官员到中央级的，拢咧分遮个钱哈。好，第四个郑成功，伊成功咱失败。荷兰，我昨日讲个，伊引进足侪好个物件，因为伊阵是世界强国，强国全世界咧找好个产物哈，产品咧品鉴，啊有好个物件就引入来台湾嘛。但是真可惜哈，荷兰人1624年来台湾安平，同迄年1624年，荷兰人嘛去美国个即个纽约曼哈顿。哦，甲迄个曼哈顿咧开一个港，叫做新阿姆斯特丹港，有无？叫人怎啊？这个纽约变作全世界上大、上富裕、哈、上强的一个都市。啊，咱安平，咱台南咧，台南怎啊？吼，台湾6都，台北1都。高雄2都，台中3都，台南平4个。较早还阁有讲一府二鹿三万甲台南第一名嘞。即马6都内底，伊连1都都拼袂到，拼走到第4名。在台湾都拼第4名，要按怎纽约比？哦，所以哪卖荷兰人迄个电线杆赶走哦，咱即马吼，都即300几年来，甲要400年啦，继续拢荷兰人。咧统治台湾，咱堪比算混血，好吧？荷兰人，伊后壁人拢绿色色，吼、哦。啊，怎混血了？咱台湾人特征拢嘛185公分起来呢，啊，头毛阁红红，目睭阁绿绿，啊，即马开放给中国来遮自由行来遮游览来看，哦，大家咧要看台湾人拢爱举手啊，讲个，哦，特征遮大身，遮大长，阁头毛金的。目睭阁落偏啊，阁笃笃，阁拢拉荷兰语，嗯，拢无讲闽南语，也无讲北京语，这不是我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啦，特别安尼讲啊，对不对？所以吼，伊成功，咱算失败。那卖伊来吼，咱真拢讲荷兰语吼 ，OK。好，而且那混血一般，查甫的拢缘投，啊，查某拢。足水安尼吼，所以好，过来台清地带212单，我昨日讲啊，有够笨手，连一条路位人开到屏东都无摘掉，212单呢，咱日本人来就甲你创好啊，吼，纵贯线就甲你开好啊，好，中华民国在台湾，我较爱用即句啦，中华民国海台湾。伊若卖来哦，咱袂遮惨嘛。哦，伊若卖来，咱即马早就回归日本啊。哦，咱就含琉球港湾，就等于日本啊。咱就生活了自在啊。伊若卖来，咱的语言也袂有变。咱即马大家拢讲日语，哦。咱的生活水准袂降低落，哦。所以中华民国是咧海台湾的，哦，你莫感谢。过来哦，这粒啦，这粒臭石头啊！老一辈早就甲阮讲过啊。迄阵哦，甘愿予美国牵两粒原子弹，卖甲牵到广岛、长崎。阮甘愿新迄粒原子弹，两粒原子弹，人广岛、长崎哦，20、30年后，人就重建好啊，就恢复正常。南京嘛，到今蒋介石要遗害，伊迄个思想啊，吼。啊！伊遐一挂铜像，拢要遮遗毒，要搁伫台湾嘞，吼、哦。所以即个臭石头真歹，吼、哦。OK， 好，来，咱即马来看，咱来分析。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哦、啊，这是2004年10月25，这个美国的前国务卿鲍威尔去北京访问的时，记者咧个问伊所讲的，吼、哦。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
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这美国人，这伊个国务卿讲的啊。这国务卿等于美国总统落来第二坎的，哎，一个等于行政官哈。好，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我该用境外的国内，就是讲美国人要来台湾嘛，爱摕护照。但是美国伊个用台湾管制法，这个国内法来管台湾。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当然伊把这个管辖治理权交台湾地理当局代理，吼，就是即马中华民国的政府了，吼。好啊，是毋是国家有国家的认定的标准？第一，你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权。好，那么台湾美。包括讲台湾不是国家，那看，那么所谓的台湾国啊，台湾国有领土无？还是台湾朋友，这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不是你台湾国的。哦，有啊，我有人口2000几万，还是你身份证甲摕出来拢写中华民国？你台湾国你也无发身份证号，住伫台湾朋友的人民，所以无人口。有啊，我有政府，还是即马这个政府不是恁台湾人做的政府，是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有啊，阮有外交权，有含20几个小朋友国家建交啊，判一个了，差不多7、8个月前，佮判见一个叫做甘比亚吼，啊，迄是你佮看因的建交公报，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因派官员出去含人签的，毋是你台湾国派去含人签的，建交公报摕来看就知影。所以你嘛无外交权，所以这四项拢无，台湾国这四项拢无，台湾当然唔是国家嘛，吼、哦、好。那么有人讲啊，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所以拢是中国人。那这个逻辑哪会通？安尼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哦，啊那拜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干嘛呢？唔是嘛吼，这逻辑未通。啊，那用汉字的中国人，安尼，韩国较早嘛是拢用汉字吼，包括因的首都叫做汉城，但人基本拢改啊，哦，改做首尔吼。啊，韩国嘛，因的字改做干文吼，迄字拢作者圈圈的吼。包括即嘛，日本嘛要咧用汉字。啊！日本敢中国人唔是嘛？吼、哦，好。那么中华民国联邦政府未来变怎？因的陆海空军三军司令部会裁撤哦，改做指挥部。啊，即卖兵力21万5，上尾也精简到剩12万。好、哦，啊，这将来这个12万的拢是用募兵制的。好、哦，伊滴马英九一直要改做募兵制。中华民国公布，伊讲啊，真的兵啊无够啊，吼、哦，所以真要个拉锯战。啊，你也想讲啊，三军陆海空三军司令部裁撤，安尼上要发号施令，和这个指挥部，你爱有一个发号施令的所在啊？歹势，这若裁撤，就换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伫夏威夷总司令，由他发号施令。所以你们欢乐。那么美国军事政府的人以后会入来台湾哈，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人员爱撤去金门、马祖，还是平潭岛、福建那个平潭岛哈，福建这个福清县的外海有一个岛叫做平潭岛。以前中国人那边那个逃脱来台湾呢，都拢为这个平潭岛来。啊，这个平潭岛，伫2010年11月30日，平潭至台中港首航，为台中港去到平潭岛3点钟就到。啊，那么今年哈、哦，海峡10月7日，平潭至台北港搁较近，2点半钟呢。好、哦，啊，这船啊吼，伊的迄个运量吼、哦，会当760个旅客，240台车。好、哦，今年的运量。
也当达到180,000人次，这些联合报、电子报伊家己报，伊阁家己报讲，台北港虽然较慢开港，但是将来运量为只运出去的次台的哦，只流亡的中国人为只出去的比大中港较济，安那？台北关区，啊，拄啊以早中国人撤退来台湾，上济拢为吉兰港起来，所以拢分散伫台北关区。所以为遮要等因中国的遮中国人较济，好。那么像怎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哦，啊，这过去呐，咱听着讲台独代表战争，国民党人拢甲咱骗讲，那台独阿强也甲咱拍，吼，咱过去甲即马啊，做侪人拢在想吼，其实毋是。台独代表战争吼，这2006年5月。阿扁啊，访问中南美，哈、哦，啊，这个美国前国务卿所讲的，讲台独代表战争，好、哦，阿、啊、咱来看哈，伊、哦、讲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伊伫这个国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我来讲清楚，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这么率直，甲台独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即过去足狠的。啊，伊佫讲吼，这是因为我甲话讲较白咧，独立意味着战争，而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四大军种，要创啥？美国要甲你打。无出动，遐军队要来创啥？要来援助哦，要来交友。倒转来看，陈水扁2005年伊第二嘛，吼、哦，伊头一任先4年吼，足、哦、听美国话，跟小布希做马子，足配合小布希的全球反恐，吼、哦，所以。阿扁啊，第一任做总统要去中南美洲访问的时候，小布希甲安排直接飞入美国的本土纽约州纽约市，吼、哦，伫饭店头前就一定让阿扁落车去甲欢迎的大桥握手，还啥做？过去毋捌安尼。以前李登辉要去中南美访问，迄阵李登辉就咧讲两国论有无？特殊国与国的关系，美国足无欢喜。你中华民国都毋是一个国家，你咧搞两国论，所以佮安排去夏威夷，好无？无入去，去州的内底美国本土，所以李登辉也真不满。所以迄阵的那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去无人机顶佮拜访的时候，报纸拢报讲。李登辉穿困衫困裤出来甲迎接呢，表示伊的愤怒，甲无欢喜。啊，李登辉家己写的册是讲，伊是穿便服啦，吼、哦，无穿西装拍领裤带安尼。但是要是表示李登辉总统无欢喜，同款。第二任阿扁啊，开始要行家己台独的路线，所以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出来警告：“吼、哦，你莫行台独的路线，那台独代表战争。啊，这阿扁也要行家己路线，开始咧讲台独的，要公道要创啥？美国无欢喜，所以迄届甲安排去对，飞无人机飞去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斯遐，遐加油，好无？遐过境，然后为遐去中南美。”无好，你去美国去48州，美国本土。啊，阿扁也嘛，换阿扁也无欢喜啊。即马要阁飞倒转来美国，阁原来要甲安排，无要好你去美国本土。阿扁也气我卖，袂见照你美国意思，家己飞。有无？迄阵碰见一两天，或者迷航之旅，台湾的媒体去报纸拢报讲阿扁也毋知飞倒，碰见，也是秘密去对访问。结果走飞对中东的利比亚哦，迄、那个戈达辉迄阵做总统，戈达辉派因囝出来
交代阿扁啊，哦，迄届哇，啊，这原因就是阿扁啊开始要行伊个台独个路线，美国甲建国，啊，啊，美国特别刚刚安排伊个飞行机爱飞去阿拉斯加，伊也赶甲皮皮出安尼，哦，美国嘛无欢喜啊，你无你踩到我美国设定的红线呐，啊。那么，现在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嘿，啊，这美国你家己号称自由民主，哈、哦，法治的国家，啊，恁美国人若咧选州长，还是选啥物参众议院的州的参众议院的是拢会夹这个地方的事务来，互美国人恁家己来公道。阮台湾人要办公道煞袂使，啊，这毋是违反你的美国的自由民主？你这个法治的这个精神嘛，其实咱是许美国君主占领，你君主占领都拢爱听美国军政府的话，吼，你袂使大主大意，大力乱讲。啊，而且美国知影，美国有2000+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咧收集这个情报，对台湾的动态变化拢足了解，恁台湾人的头壳内底底啥拢知。美国人知影恁头壳内底拢在中国思想，拢去用国民党洗脑去啊！对台湾的地位搞不清楚状况，迄公道都会包死的呢。哦，你若甲2008年甲14年流亡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做咧，2008年通牌马英九对着独牌谢长廷，迄个输200万票，你若甲。这两场拢甲当作统独公投。小英气势遐好，三只小猪无牵甲抓袂牢，气势有够好个啊，稳赢个啊！大家迄阵信心满满，结果嘛是输通牌，马英九80万票，去无？这个80万票，阁是伫投票的前2礼拜，咱2012年1月7伫办迎新会的时，咱秘书长就接到美方的消息讲。小英会输80万票，2礼拜前哦，哦，这有够准的啊！票开出来1月14投票，票开出来，有影输到要80万票，79万+几，这有够准的啦！你美国人咧做民调吼，真有够准的。好，啊，你若想啦，这两场2008到2012，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哇，咱输啊！所以美国甲咱动动袂使公投，就是今日头壳无清楚，拢阿袂醒，拢无阿袂来民政府求援，大家拢当作拢伊是中国人，将来要跟阿强啊南做对，啊惨啊！那么是安怎？美国爱咱台湾民政府训练4000名的人员，甲荷兰41万份的台湾政府身份证，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比照，当时1945年10月25，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派伊个部队来接收日本军投降，啊缴械，迄阵伊派到1000个中国人来，迄阵台湾人口600万，那么咱即摆台湾已经买2400万人，所以。美国要求咱上少爱训练4000名，吼、哦，头壳清楚，知影台湾的国际地位人，吼、哦。啊，41万份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就讲，你起码要有民意基础啊。你台湾民政府要有上少41万的人来申请，有愿意来申请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吼、哦，安尼，这些人将来嘛是做敢若总指教官，会当甲全台湾2400万。万个台湾人来讲，即个台湾的即个国际地位吼，爱明白咱家己咱是啥物种族的人吼，咱是对一国，咱是大日本国的人，咱毋是中国人吼。过来，美国军事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甲迹象吼？即咱开始来探讨。来，第一个法律的依据就是。根据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啊，这个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了，哦，在1945年8月17日，
由迄阵的杜鲁门总统，迄阵这个老罗斯福总统过用，啊，伊杜鲁门是副总统，准先开做总统哈。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给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在日本的东京湾，那个密苏里舰电馆咧签授降典礼哈，迄天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你注意看，这是写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第一，啊，那么现在用命令，因为杜鲁门总统，以及所有的不能欧洲战区啊及太平洋战区家，以及盟军的最高总司令，一拟定的这个，伊核准了，授权给麦克阿瑟发布命令。哦，蒋介石讲，北纬16度以北，北印度支那、北越，包括台湾跟澎湖，是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啊，你注意个吼，这个蒋介石元帅头前无加国家的名，无加中华民国，加这些，但是北纬一号命令给苏联，吼、哦，伊讲。北纬38度线以北，北朝鲜，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是向苏联哦，国家的名，苏联远东军区的总司令来导航。日本军爱向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来导航，安尼就差别了。现在头前无挂中华民国。就是因为迄阵中国有四个，头头啊，比如丁武讲哈，有延安的毛泽东政府，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佫有一个所谓中国人咧讲的伪满洲国，有无？是啊，啊，甚物人要代表中国？无法度代表，所以头前就无挂中华民国，哦，是安尼来。而且，迄当时。四个中国内底有两个是跟日本的小战，毛泽东跟蒋介石跟日本这两个政府咧跟日本咱日本皇军小战，但是汪精卫这个是向美国宣战的，哈、哦，啊，这个满洲国是我日本大日本国的，哈、哦，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有权力来分配盟军来占领，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拢美国咧主导哈，伊咧分配。好，过来，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好，咱这根据法律，咱毋是凊彩袂讲的，根据条约来。而且，《旧金山和平条约》是51个国家签署的哈。伊第二条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放弃啥？就是地上管辖权哈。第23条，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啊。啊，这个对日本，这个日本当然包括咱日属的台湾。那么你甲想，有一个主要占领全国，啊，那么中华民国应该叫因啥？因叫做次要占领全国，算第二卡的。哦，啊，主要的美国。无临时无遐济军队派来，我想讲啊，就军请这個中华民国蒋介石派伊个部队来接管台湾。过来，对日合约要拟定，包括要起草了哈，要跟51个同盟国来协商，这拢由当时的杜勒斯。所主导、甲分配，而且杜勒斯是美国总统所聘任的协商大使，啊，伊跟51个国家，或者要跟51个国家协商，变啊起草《旧金山和平条约》，或者真麻烦的，工程足大，吼、哦，那拢美国人咧主导，那也毋是苏联，也毋是英国，也毋是法国，迄阵所谓中美英法苏这四大五大强国，啊，那拢美国咧主导。当然是美国
甲日本拍败，是美国带领盟军甲美、日本甲德国、意大利拍败，所以拢是美国咧主导哈。过来，咱来看台湾管理法。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但是到4月7日，美国的参众议院高票通过《台湾关系法》，啊，追溯到断交迄天。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的参众议院因咧定《台湾关系法》，无招咱台湾人去参加，无听台湾人的意见，拢无，嘛无听中华民国意见。因家己伫美国国内参众议院的起草的拟定，就高票通过，而且伊要在台湾实施，嘛无甲咱台湾人讲，就进行实施。哦，咱拢毋捌听到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啊，法国台湾关系法，啊，这就是因为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依靠权力，嘛这个义务爱定这个台湾关系法来好好保护台湾。那么1980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六项保证，啊，这是美国要跟阿强啊签八一七公报进行。迄阵蒋介石咧，啊，蒋经国咧做总统，流氓的总统。那么迄阵伊的情报系统、外交系统知影美国要跟阿强啊签八一七公报。蒋经国作反了，迄阵台湾民吼晃动，有钱人卖厝卖土地，拢咧换黄金啊，拢咧想要去移民，要去美国，要澳洲，要去澳洲、加拿大，拢要逃难啊！中国人同款，伫台湾的中国人拢紧张甲烦恼甲，啊，若无在了走的都烦恼甲袂食袂困。这会当讲国民党要败啊！拄啊像1949年国共内战，当拍到咧这个时，怎啊蒋介石会兵败如山倒？看迄阵美国发布对华白皮书，讲迄个意思。迄个对华白皮书一个发布，就是讲美国放弃蒋介石政权啊！迄个一个放弃，规个国民党军士气都拢无去，所以拢无心要修正啊！啊，咱输啊！紧走，紧走！阿强啊，若讲要拍对一个城市，遐国民党军拢先落跑啊！伊知影讲拢输，毋该准走较紧，走到去台湾来，吼、哦！啊，所以蒋经国准透过外交去甲美国雷根总统拜托讲，啊，无你嘛发布一寡保证来安搭台湾人的民心，哦、啊，所以。雷根原来了解这点，伊讲啊，这台湾这个所在是我咧军事占领，我袂使放咧胡乱，所以雷根总统唔敢发布六项保证。好，啊，咱来看六项保证是讲啥？第一，美国无意思，你就对台湾的军事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袂就对台湾的军事议题事先跟阿强啊来咨询；第三，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啊！你注意看，遐拢有对台军售、对台军售、对台军售。这个对台，这个台是《台湾关系法》内底咧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唔是台湾人哦，哦，是啊，台湾治理当局后壁就是蒋介石政权，好、哦。第四，美国未修改台湾的管理法。因为中国国民党包括民进党拢认为台湾关系法就是咧保护台湾的，但是咱秘书长讲唔对，咱来等于到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独独保护本土台湾人，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讲的是 people of Taiwan， 属于本土的台湾人，是咧保护咱正港的本土台湾人。那么来到台湾关系法所讲的 people on Taiwan。只要你住伫台湾，甲偏好即块土地的人，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本土台湾人，美国拢甲你保护。啊，这個、美国是便宜行事，吼、哦，伊为着美国的利益，伊也保护中国人。迄个盟军，对不？中国迄阵跟
中华民国是跟美国的二次世界大战是盟军哈。第五，美国美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蒋介石，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再来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伊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甲这从来没有一个官方的文件，还是协议，讲台湾甲澎湖已经主权变更，讲是属阿强阿的，无。啊，咱来想，咱毋捌听到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还是承诺，像美国爱甲咱。甲中华民国保证甲承诺，其他国家拢无，甲咱含台湾无接近，免保证承诺。就是美国因为军事占领台湾，所以有责任爱来保证甲承诺，讲我会甲你顾好势，没有阿强阿退去，啊，这是因为伊占领嘛，你占领，你就要顾好啊，莫别人退去，啊就跟他讲，琉球已经战争在行了，台湾还未行啊。咱得爱安怎？同款，你要行台湾，要求台湾平和行和日本的事，咱来要求咱的美，咱的母国日本政府去跟美国。啊，我爱陪我一个战争在，你可要甲台湾行和日本？这条钱若付清，美国就会放手。啊，你若无付？这顶顶个抵押品啊，也抵押伫美国手里啦。台湾甲朋友即马抵押伫美国手里。你敢若讲，我手尾我摕来当念当，我当伫你遐三个月。你即三个月你甲顾好，三个月来我若有钱的时，我阁摕现金来要输回去。你无讲我摕现金来要输回去，你讲啊，歹势啦。啊，你个手表啊，哦，你台湾甲朋友。啊！迄个老马叫阿强啊，迄个唱伊啊，伊啊歌好，你袂使讲国家无用唱伊。啊，你若台湾朋友你歌袂好，你就变个做世界的老大哥啊！吼，讲这個意思。好，过来咱来看美国贺电的意义哈。你若要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选到拢爱等美国白宫的贺电哈。啊，这都啊，伫这个，他们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赶快，蒋介石一脉相传，哦，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兵呢，蒋介石就代替盟军来管台湾，来接管台湾。啊，那么以前是用派，就敢那美国有一间素食店做大间诶，伊当时会决定讲要在台湾开分分公司，啊，派一个总经理。来管，那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台湾这间分公司。以前用派派人，后来民主化了，让恁伫台湾这些员工，恁台湾人，你用选的，哦，过去选一个李登辉，这民第一届民选的，过来选陈水扁，啊，即马新选的这个叫做马英九，伫台湾这个分公司咧做总经理。这总经理若做无好哦，美国。当时会开的是会当甲你换掉呢？你拄仔像菲律宾有无？菲律宾的马可是要连任贪污腐败佮买票，所以菲律宾人起来抗暴，包围菲律宾的总统府马卡南宫有无？啊，迄阵马可是美国就甲英国讲：“来，你听我的话，我用无人机给你载离开菲律宾，啊无你拄仔你会用政变来用拍死。”哎，这个马可是看大势已去，伊只有听美国，所以美国用无人机甲载去夏威夷，吼、哦，尾啊十几年后，马可是伫这个夏威夷破灭死安尼，吼、哦，同款，马英九若阁做了伤过超过，台湾人拢愤慨起来吼、哦，去包围总统府，也是包围伊迄个台北宾馆这个官邸吼、哦，美国安尼派直升机五分钟就两个载走啊，吼、哦，同款。啊！即马你要注意哦，咱爱感谢，会使讲用讲话怪怪啦吼。感谢马英九，因为要灭国民党，要灭中华民国，
非马英九不可。所以当时，去年十月二九，九合一选举开票出来了，马英九人拢要甲逼伊辞职。哦，我拢想讲，卖，继续去做主席，安尼伊要乱，要甲国民党乱到倒搁较紧。啊，可是说真正，伊压力伤大，伊挡袂牢，伊准辞职。啊，即马朱立伦去咧做党主席嘛，吼。哦，足趣味的，咱你会记较早咱是毋是拢讲反攻大陆、杀猪拔毛有无？好啊，即摆咱即摆靠原来会当改杀猪拔毛。那年底哦，就这个要选立委，原来爱来继续讲这个口号：杀猪、朱立伦、拔毛、毛子狗，哦，行政院长杀猪拔毛。真正天佑台湾，国民党真正要倒啊！今日咧选一个猪王这个体制哈。好，2004年迄届319枪击案，阿扁啊八刀掉枪，隔天阿扁嘛选掉啊。掉枪时阿扁又打电话连战甲庄初儒，讲啊有发生遮重大事件，是毋咱停止选举？但是连战吼急要做总统，庄初儒啊同款啊。我的民调遮悬，哎，就一千了，甲无死吼，无要紧，你搁要讲话，明仔叫伊选，明仔阮就要做新的总统啊，就伊要得，伊要得总统啊，所以讲无要紧，叫伊选，毋知影开了，煞输20000+票，哦，啊好，刚才迄届吼，李登辉总统有发动228牵手护台湾对无？有去牵手个举手我看麦，遐少。哦，啊！恁真正，迄阵恁真正拢活在不知道的幸福当中呢，吼，拢无责任。哦，我迄阵原来去牵手，牵到欢喜个，迄个气势好佳哉！李登辉有办这场活动，甲台湾的气势扭改。啊，若无阿扁也真正迄届袂得，迄个连宋和的迄民调，甲要60%的赢呢，吼。啊，所以迄个枪击案呢，激发台湾人的愤怒。阮这个阿扁啊，总统哪会了？你那咧用枪，咱大事。大家本来含泪不投票，投票迄天、隔天，然后20拢含泪出来投票。啊，佫赢偌济？20000+票，你甲换算赢的比例都要赢0.228。哦，今仔拄啊28输惊。28只英灵，只英灵有出来运作。他赢迄个0.228，吼，啊，即嘛足很悬吼。啊，伊个一个阿扁赢，哪赢足唔冤啊？去霸占凯道对无？啊，另外迄阵咧等白宫的贺电，拖到一礼拜拢无落来。迄阵心情，咱大家应该要会记的。迄阵拖一礼拜，咱当然心拢结几球，还没有放下来。啊，阿扁啊，迄阵看美国再来协会这个。夏新哦，真实伊准敲电话甲问讲，伊啊白宫贺电开拢无来，啊夏新真正敲去问白宫，白宫讲贺电准备好啊，你等恁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中选会甲当选公告打起哩，那打起哩贺电半点钟到，这个消息哪样伊嘛有外交系统嘛知影，所以派哪样遐人咧过中选会遐微调，不爱好迄个。黄石成主任委去打，啊，这个是较为咧可以打，所以底下 QQ 人啊，钱甲玻璃拢玻璃门拢弄破，打起水哦，拿来拆掉伊。但是连派卡面啦，有翕打起的迄个瞬间的动作，甲这个传真去美国白宫，贺电半点钟来就睡觉。那样啊，伊讲啊。董事会头家已经承认，这个陈水扁阁继续做台湾的这间公司分公司的总经理。人头家拢答应啊，拢承认啊，阁乱无意思啊，阁乱无效，所以凯道甲中专的会啊，哪样的人就自动溃散，就散去啊。啊，这就你就知影讲，美国家己这是头家啦吼，开始咧决定台湾的。新的迄个领导人啦，吼，
过来，咱来看一寡君主基地对比哈。菲律宾有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啊，也有苏比克湾海军基地。那么琉球有加索纳空军基地跟普天间基地，啊 F-22 拢下伫加索纳空军基地，上新的哈，十二架里啊。过来古巴有一个关达纳摩湾基地，台湾有清泉岗空军基地。好，啊，你注意甲看。这四个所在拢过去，因为美国跟西班牙战争，也是美国跟台湾、跟日本战争所占领的所在。哈，菲律宾跟古巴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琉球跟台湾是美国跟日本太平洋战争。哈，古巴跟台湾都是被放弃。哈，啊，琉球被托管。菲律宾是割让，好，这你看，这拢美国君主占那地所设的君主基地。如果唔是伊占那啊所在，美国哪有可能去设基地？无美国你当去北韩设基地设看卖，还是去阿强啊设基地设看卖，去伊朗设基地设看卖？你看人要有你设无？啊，哎，拢是占那国。去设基地啊，好。过来，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哈，君主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这是咱大家上课上重要的两字哈。第一就是君主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以伊拉克做例哈，好。伊拉克就是。美国认为讲，伊是这个开打组织的这个幕后的主使者哈，啊，甲资金的提供者。所以九一一事件，美国纽约迄两栋110层的这个大楼，伊有宾拉登伊派伊的开打组织的人开无人机甲炸崩的了。美国准备好了，伫2003年英美联军3月19日开始攻击伊拉克，吼，无3个月。完成对伊拉克的这个军事攻击，而进入善意占领期。美军入去占领，吼。然后，联合国伫2003年5月2日承认，英美联军的临时管理当局，就是因为这个军事政府了哈，美军军事政府，啊，有权力来管。这个伊拉克，哈，那么但是差不多6年后，英军降旗撤军。那么8年后，2011年12月15日，美军降旗撤军，敢那剩200多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咧继续训练伊拉克的人员甲安全人员。啊，你甲想，啊，这英美联军开遐侪钱？死遐侪美军、英军，哦，啊，足侪战车、无人机嘛，互拍载落来，直升机遮吼，啊，遮个性命财产的损失，开差不多，哦，账面上拢6000亿美金，但是其实毋拿遮个钱，开到美国国库咁要呆，开遮侪钱，竟然无法度甲伊拉克即个甲占领落来，变作。美国第51州，伊拉克州，无多，嘛是爱撤军，爱行人，啊是咧拍会多啊。这就是因为美国爱根据国际战争法规定，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这跟以色列去占领加沙走廊个无？占领38年，底下开垦做屯垦区，你知影以色列？遐地区吼，大部分拢是欠水的所在。你要做屯垦区，要做农业，要生产，农业上需要水。以色列这个国家爱水无水，啊，佫足奇怪。啊，边仔遐阿拉伯国家拢有石油，啊，都伊拉以色列无石油，无石油佫欠水。但以色列那遮强，伊人口才800万尔。
啊，土地差不多台湾的三分之二呢，啊，竟然强加边仔遐一两亿个阿拉伯的回教的人无在条街，贴只落巴，无多甲消灭，这是以色列犹太人厉害的所在。伊虽然人少，但是因拢精英政策，因足注重教育，伊无水，伊真卡落200毫米。的水哦，200毫米差不多20公分啦，哈，的水量，啊，咱台湾一年是2米外，大概210几毫米，啊，2000多了哈，啊，2000多，咱拄啊，你会记2009年莫拉克风灾8月7日，迄两天，和平地区就落2000几毫米啊，等于，迄两天落的量，以色列爱落11吨。啊！你看以色列欠水欠偌严重，因60%的水要靠有一个叫做加利利湖，迄个湖的水来供应。啊，剩呢欠35%，先买位对来，因做海水淡化技术，好不？所以全世界海水淡化技术第一名就是以色列。好，伊这个技术拢有咧外销，替国外咧设这个海水淡化的会唱哈，过来，以色列去占领加沙走廊，开垦甲遮好势，迄、那个灌溉设施拢做好啊，路也开好啊，啊厝也起好啊，是安怎？38年后，联合国要求撤军，伊爱撤军，规个包括百姓拢撤出来，迄、那个土地爱行啊，就是占领袂使移转主权，袂使讲你占的拢你的啊，哦，啊这国际法规定的，哦，所以。以色列开下侪钱，开下侪精神，所建设个屯垦区爱撤掉撤军。好，过来第二个，咱来知影就是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哎，台生，这个没有电了哈，这红点啊不会出来。所以依照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你来台湾占了台湾已经70吨啊！你搁占久，这块土地就无可能过户给你中华民国，因为台湾这块土地吼，唔是无主的土地，咱台湾朋友这块领土主权的人是日本天皇，哦，所以无可能过户给你。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就是比如讲当时的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德国打败，规个法国迄个点咧，这个戴高乐将军，伊阵带一挂军公教人员去这个伦敦，哇！流亡法国，流亡在伦敦。啊，法国流亡在伦敦，刚好底下准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准底下咧管英国人，无啊。台湾，迄个你代，蒋介石代理美军占领，你出来遮，出来做王做总统，吼，蒋介石做王做总统咧管台湾人，这唔对啊！你袂使讲你的部队1949年来了，吼，甲袂如即地煞变你个，吼，这将来一定爱行。所以咱来告美国，就是要告美国讲，你已经刚占领久啊。你违反人权，我们秘书长讲，假是免诉，国家袂使告，但是咱秘书长读够较好，伊先法律旁，伊先过伊用人权的角度去告美国，讲你美国违反人权，你放阮台湾人无国籍，放台湾人迄个三流的国家，这个流氓政府咧甲阮管，你有材料，阮是迄个你拍败，我唔是迄个中国拍败。唔只要中华民国拍牌，你我让你拍牌，我干嘛让你来管？所以你看，偏偏日本的琉球、日本的台湾，琉球要被国管，琉球无变语言，琉球人继续讲日语。而且在1972年，哈、哦，5月15日，根据琉球法人协定，当已经拢登于大日本国啊。咱甲今要过两糟蹋70年啊！所以，咱必须定即个第二次要甲
就是讲，伊迄阵咱过去到最高法院，国务院官员出来讲放弃抗辩，吼、哦，啊，所以这个案件准暂停，吼、哦，待审，就是咧等咱准备好，咱一千名，吼、哦，包括四十一万份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吼、哦，咱这两个人准备好。咱才有资格要求，啊，咱才有准备好啊。所以咱搁过美国，即个搁过美国，今仔日吼，你若上咱的这个台湾民政府官网，你就看到台湾民政府所发布的消息。咱搁过这个，等于在咧造就乎美国，啊，美国也才有准备好啊，吼，2009年到即嘛，吼，已经要五年啊，吼，美国嘛应该才有布局布好啊。你要让美国有时间说他要重返亚洲，有没有？他那军队要怎么刷刷来到台湾，刷来到这个台湾周边，哦，比如琉球啦，还是这个他的这个关岛这个基地，哦，啊，他的要怎么布防，啊，布防要还要演习啊。那真的要跟阿中的修正，为了台湾美国要跟阿中的修正的是美国一些军事演练都要演练好好势啊。啊，搁往那里等，这个 AIT 咱新的这个地带哦，有一个军事地啊，啊，这高级班还可以讲着哈。好，过来，咱以土博为例啦哈。你土博这个以前拢叫做西藏嘛哈，西藏的达赖喇嘛率领伊的一挂信徒。越过喜马拉雅山，流亡去印度的达兰萨拉。这个达兰萨拉这块土地，也是美国替土伯去甲印度政府租一个所在吼，都20平方公里呢，无，你万几个土伯住哩啊？那么你看，达赖喇嘛流亡去印度达兰萨拉，敢有伫遐做印度的总统咧？关印度人，无嘛，无可能。是安那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流亡来台湾，竟然在阿咧关台湾人，对唔对？照讲军事占领，是美军伫后壁，吼，像琉球，美军的琉球军政府伫后壁，平常时无管代志。你琉球的人民，你要组一个，甲你组一个琉球民政府，嘛就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但是你的立法，琉球立法，那立法出来，爱上我美国琉球军政府看过，哎，哦，你立这法，无损害我美国军政府的权力甲利益 ，OK， 好，你实施。琉球人自己甲你管家己啊，吼。伊嘛会当选琉球的知书，啊，来管家己。只是你说你的立法部门所立的法，你爱送哦美国军政府、琉球军政府看，那无损害美国的利益，你就照安尼做得啊。美国袂甲你管。啊，你那中华民国来，准接来管台湾的民事的，吼、哦，来管台湾人。照讲，你爱给台湾人，你来选家己的这些头人，吼、哦，领导者，台湾人来自己管家己。啊你，你中国军，你就伫军营内底，吼、哦，你就因为安全的需要，你需要一挂部队住伫遮，无要紧。但是领导住军营内底活动，你袂使出来乌白乱乱做，吼、哦。那无发生啥物叛乱的事件，你拢袂当出来乌白管台湾，吼、哦，和台湾人家己选家己的领导者。去来管台湾人啊！即马咱就是咧要求讲，你美国军政府你爱入来台湾，加中华民国政府甲赶去金门马祖，吼、哦，啊个台湾的民事的政权交予咱台湾人，予咱家己自治，家己选领导来管咱台湾人，吼、哦。啊，同款啊！你呐，中华民国你要。佮恢复这个你家己的迄个权利哈，要佮代中国，安尼你真正爱家己反攻大陆，甲毛泽东政权哈，甲即卖目前这
习近平这个政权，你甲拍败，你阁当去你的南京，南京的总统府、中华民国总统府，你升级，安尼，全世界联合国阁定甲你升级，阁甲你请你去联合国的会员国，安尼你会当当去遐，阁合法复国。啊，若无你住台湾，你阁住遮一百年，你就无材料住遮复国。台湾这个土地无可能变作你的领土，吼、哦！就敢若台湾，你甲当作一栋大楼吼，台湾大楼，蒋介石只是迄个美国总统委派叫伊来大楼楼卡一楼迄个管理室做管理员，吼、哦！伊来遮做管理员，一直传传到即摆，即摆叫咧做管理员，伫大楼一楼咧做管理员。做管理员，你阁做一百栋，你就无可能讲变大楼，即块大楼的主人，我讲大楼变你的，无可能，吼、哦，安尼应该了解啦，吼、哦。啊，法国刚刚他拄仔讲的，戴高乐去流亡去伦敦，无可能伫伦敦做国王，吼、哦，来管英国，无可能、哦。那么美军军政府委托中华民国政府占领台湾已经70年。因为咱秘书长2006年的这个抗美案判决，哦，第一讲台湾人无国籍，第二台湾人无家己的政府，即马这个政府唔是咱的政府哦，这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过来，台湾人甲即马还阁活伫政治炼狱当中，是安怎讲政治炼狱？嘿，因中华民国的人咧选总统。啊，咱日本台湾人哪会堪伊咧选？吼、哦，咱敢若选举迄一天，你若摕你的中华民国身份证去到投票所，打入去甲领票，咱就先一半。你已经承认讲你是中国人，你毋敢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去领迄个选票。伊伫自由意志之下，恁甲投出来，拢是投通牌马英九。啊，这是全世界咧看，嗯，啊，恁若将来要阿强阿统一，恁家己欢喜甘愿的，我来家己尊重，因为这是经过民主程序所算出来的结果，阮外国人拢爱去尊重。好，那么美国军政府核发台湾身份证，伊的法源是啥？好、哦，咱来看咱这张，咱台湾政府所发的身份证。注意这个 class， 咱有分类。你若本土台湾人，就是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一天，还阁住伫台湾平和殿馆。迄阵拢要外国入来，无外国人入来，所以迄阵遐人拢正港的本土台湾人，包括伊所生传落来后代。哈，你若去申请日本时代户口填本。拢用毛笔写的，吼、哦，安尼传来了，你会当摕到这个身份 T W。啊，若流亡来台湾，这中国人，因原来来请这张，但是伊身份叫做啥 ？C E Chinese 中国人 ，E 就是 exile， 就是流亡，就是难民，中国难民，因的身份叫做难民，咱会当发落去，而你叫做难民。那么将来台湾民政府接管政权了，你台湾人要伫台湾民政府做公告人员，爱有这个身份才会当做。中国人迄个西医的迄个身份无资格，哈、哦，所以公告人员爱 T W 身份的人，所以将来伫公家机关遮中国人，咱若训练出来有本土台湾人身份证的这個。新闻的这人，就会当去甲接替，所以就无讲阮老师搁咧教中国思想，咧污染咱的台湾人的囡仔头壳，吼、哦，咧甲咱洗脑，就无这个证啊。中国人就袂当做老师，中国人嘛无选举权，将来台湾人咧选举咧公投，你得要有这个新闻 T W 的新闻人，靠资格去参选做候选人，还是 去投票。中国人人民无资格去投票。所以将来就无男女对抗，就像科比讲的，打破男女，无男女，
拢总分到台湾，你决定台湾的前途，公道台湾的公共事务，哈、哦、啊，所以科批哈，这个头脑真好，真有创意，而且伊讲的拢足直白，哈、哦，他早阿未算进人，我拢讲这个科直白，哈、哦，足拢直浪的，无咧客气的，无咧管你马英九，你做偌大，就恁。郝龙斌八年唔敢贴中孝东路的公车专用道，两天就甲贴了，吼、哦，我足爽的，甲咱台湾人出口气的，甲卖叫扒扒一条够大个，吼、哦。科批吼、哦，爱感谢三个人，伊会当高票当选台北市市长，感谢三个，应该写迄个、迄、那个一个匾额哦，较大个，写会有两多好第三个。第一马英九，哈、哦，第二罗淑蕾，好无？我那个叫我网络啦，唔是讲话啦，网络讲这个叫做崔高蕾啦。嗯，啊，搁一个猜一下，唔是啦，迄、那个总干事，迄、那个廉政委总干事，啊，蔡正元啦，嘿。好，啊，所以这真重要。咱本土台湾人拢爱跟今年申请这个哈，个你变过后壁，你注意者，这是美国军政府 TG 有一个编号哈。头前这个编号是咱的，含中华民国的原地你的身份证字号是同款的，啊，这你免烦恼。共产党咧延续中华民国的这个统一身份证号码，反正咧当时美国。叫蒋介石来管台湾的事，咧做身份证，这个号码是美国安排叫伊照这个编号用。安尼将来，那民政府接过去的国民党时代遐个资料，拢原来会当无缝接轨，哈、哦。要调你过去的资料，唔较袂当真哩，哈、哦。但是咱私下咱家己美国军政府有予咱另外这个编号。那么咱要看伊个法院哈，拢伫遮，啊，因为较侪字我甲放大，啊，家伫遮，吼，本卡合法依据如下：第一，万国公法；第二，国际战争法；第三，旧金山和平条；第四，台湾关系法。哈，过来，美中三个公报，哈，都美国跟阿强啊，有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上海公报哦，这三个公报。过来一个中国政策，第七根据依据是美国宪法，啊，过来根据美国军政府管辖下，咱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啊，因为《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咱已经发完了，还袂去印哈，所以这个可能无法落印哈。那么，咱是依这个《公民权利法案》。依法发展的，咱不是无法，咱绝对是照法律行。这《公民权利法案》，美国叫咱定的是，咱定好送去美国，咱无三天要退件。我讲你内底，讲咱内底要改一个错误，就甲咱指正了，咱阁改了，阁送去，还阁有无完美的，阁叫咱改。所以改送去，美国看看无啥物问题，拢完美啊，吼、哦，甲讲好，准咱。一定发布哦，所以咱参议院通过了就发布哈。所以咱拢按照国际法，按照美国的宪法啊。啊，其中你有可能看到第六个，这里足侪台湾人伫遮都说袂出去啊。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是承认阿强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台湾人就起屁面啊。嗯，啊，阮中华民国呢？啊，你看头壳歹无？你捍卫中华民国，咱台湾人唔管，一个中国政策唔对啦，啊，阮中华民国爱有两个中国，唔对，好、哦，嘛袂使讲中华民国，即摆拢是讲一句个，台湾中国一边一国，错，台湾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台湾干那会当变作大日本国回归等于大日本国。咱有国家，咱毋是无国名，咱叫做大日本讲的台湾，吼、哦，莫袂记，莫定下讲，啊，咱即马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最大公约数，吼、哦，
莫有国民党诶媒体甲咱污染、甲咱宣传、甲咱洗脑去哈。所以一个中国政策是对的，因为全世界联合国这些国家95%拢承认，代表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无中华民国啊，因为中华民国伫1949年就已经灭掉去啊嘛，已经无这个国家。伊即嘛是中华民国时来台湾借壳上市，借咱台湾这个壳，讲把个有领土，啊有人民，即人民拢摕我中华民国身份证，安尼伫全世界咧骗。你会记马英九若出去讲，就讲伊来自台湾的总统，伊变台湾总统，出去拢唔敢讲伊是中华民国总统，出去也比也前年几拢也袂出去，啥物原因？啊，全世界无咧甲你承认啊！那么台湾有水无？这张吼，我2008年爬山翕的，真有水啦吼。啊，你有爱台湾无？再细声，你有爱台湾无？啊，听讲胡锦涛、习近平拢作爱呢，爱甲要学习台湾呢，吼，好无？那么真可惜。台湾这四百年来吼，拢在做人的基地。荷兰人来，伊为着要做生意，甲安平变作一个贸易基地，叫咱台湾的平埔族、高沙族，拢去掠梅花鹿、水鹿啊，好无？出鹿皮，迄阵台湾的鹿啊满世界啊。咱即马常常讲。啊！你出门爱较细意哦，唔好有车弄着。迄当时爱交通，啊！你出门较细意，唔好有路啊弄着，因为路口比人口还多。所以荷兰人因伊纬度较悬的国家，寒带国家，迄阵要御寒的衫裤，就是用皮衫。啊，做者工具，马啊、马鞍拢爱用皮做的。啊、所以荷兰人就叫台湾人去掠鹿啊，啊取鹿皮，啊然后荷兰人用船啊运去韩国啦、啊、日本纬度较悬的国家去遐卖，会当赚真侪钱。佮叫咱台湾人种甘蔗，好无？甘蔗是荷兰人来教咱种，会当做乌糖。吼、哦，迄阵的乌糖是高奢侈品，我一介绍可能跟黄金差无偌济，所以。这两项和荷兰人做贸易的时候，能赚真侪钱，所以变做台湾变荷兰的贸易基地。啊，荷兰人许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来这创啥？唔是，郑成功来这做啥？把台湾当作反清复明的基地有无？伊为这起兵不时的，想要去拍大清了对吧？啊，结果四郎叛变，好、哦，把政治王朝灭掉，大清来台湾派来遮，拢在创啥？伊遐官员贪官污吏，来就是拢在想办法要歪勾钱，两年就甲落地啊，跌甲满满满，吼，那是捞钱的基地。刚好战争，大清输，甲台湾朋友割让我日本了。日本人来了，哦，发现台湾真正宝岛啊！台湾的土地一年会当种三季。两块的稻啊，寒天会当做杂粮，种大豆啦、玉米，吼、哦、啊加这个番薯，这个较省水的物件。结果日本发现讲，哦，台湾经过迄个八田雨改迄个水库哦，增温水库做好了，会当灌溉嘉南平原，哦，规个粮食生产都甜啊！一定饲一本百万的大军，饲日本人。本来日本是欠粮食的哦，因山族侪平地少的，所以生产的稻米日本人无够食。啊，日本就是摕到台湾，发现讲哦，台湾是鱼米之乡啊。啊，若要修建，第一就是粮草要准备好足。啊，有摕到台湾了，建设台湾拢就好了吼。铁路也好，公路也拢做好啊。
稻米的生产哦，拢做好啊，开始囤粮，囤到有够。日本唔靠资格来发动太平洋战争，好无？因为要修建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无？你若要发动战争，你若无粮草，比如种哦，你遐兵啊三工若无食饭，我看你，你就惊袂惊？我穿都排袂掉啊，迄穿都牵掉去啊，都免钱啊，都软脚。啊，真重要！想到太平洋战争都开始，也让日本军拍了真顺手，势如破竹。哦，菲律宾无三两个手，就许日本军甲占领。迄阵麦克阿瑟伫菲律宾咧做总司令，迄阵为各个机场临时战斗机飞去，迄个美国伫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遐无人机炸个密密麻麻，炸个美国制空权失去，迄个日本军摕到制空权，有制空权，连咪就摕到制海权，因为美国遐军舰无无人机，无遐军舰等于拢做火把咧。和咱的日本的飞行机咧甲炸，所以菲律宾差不多三个月就迄个日本皇军甲占领，所以迄阵麦克阿瑟将军就甲菲律宾的总统和他炸咧，逃亡走去到澳洲，哦，流亡去澳洲。啊，这对麦克阿瑟将军来讲是一即世人最大的屈辱，无三两个手，迄个日本皇军甲打败，哦，所以。不然伊反攻的时吼，伊甲日本拍败了。我咧想，你美国会创这个，或者啥跳岛战术了哈？本来要拍台湾，是这个尼米兹上将要求讲，甲台湾退落来，卖拍菲律宾，直接拍。台湾，啊，包括拍福建一个据点，把这条线横个切断，和日本伫南太平洋遐个国家，哦，印尼啦、马来西亚、新加坡，遮有生产一挂石油啦、矿砂，无在条经过台湾海峡，还是巴士海峡，运到日本去炼做燃料油啊，炼做钢铁，通去做武器。尼米兹上将是这个战略。那么迄阵拄好罗斯福总统因要阁选举总统要连任，那么麦克阿瑟将军需要去拜访罗斯福总统，讲你听我的，我甲你，你若听我的，来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是咱美国有史以来咱所占领的领土，咱的属地，咱的国土。介许别个国家占领拄啊，即个所在，即对咱美国是真大个耻辱。所以咱若反攻个时，咱一定爱甲菲律宾佮占领倒转来，佮退转来，保持咱个国威。啊，你若听我个，我会当用我个号召力，我叫我个支持者来支持你投票給你，互你连任成功安尼。啊，所以。这敢那类似一个条件交换，所以卢师傅总统就听麦克阿瑟准去拍菲律宾，安尼，甲菲律宾搁个摕倒转来，这因家己国土你煞无先占倒转来，你煞伊先咧拍台湾，吼，所以当时拍菲律宾，结果我呐拍个死伤真惨重，啊，这你会记菲律宾大部分拢是。因遮人民拢支持较早个美军个嘛，吼，所以有较好拍。啊，但伊都美军都感觉做拍甲真痛苦啊。好，啊，即个超出话题啊啦，吼，时间有限，我就先讲到遮。啊，即个过来，日本摕到台湾了，做南进太平洋个基地，吼，甲台湾做伊个南要攻打南太平洋遮国家个基地。啊，结果。历史战后，日本向美国打败，换中华民国来台湾。哇！1949年了，蒋介石大量的军功到
因为拢百几万拢走路倒咱来台湾，咱又阁变作伊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有啊？有够衰啊！四百年来，咱台湾拢咧做人的基地，吼、哦！啊，你注意甲看，即我若卖甲你讲吼，你毋知影讲即一个军事基地呢？即就是屏东满洲。诶，当兵即有一个九鹏飞弹基地有无？咱咧中科院呐研究出来一挂天宫一型、二型啊，天箭或者飞弹，哦，中程飞弹，那要试下，拢会来遮试下，吼、哦，来遮试试飞弹。啊，这个所在，你主要看下，海岸有够水诶。我去爬山，我嘛无想讲，四年后我会甲遮图片伫。课堂上提出来跟大家分享，搞不好这个所在嘛有可能，迄当时牡丹虾事件，迄阵啊发生传染，伊搞不好有只爬起，啊，甲迄个牡丹虾的南台湾族啊台，吼，啊，所以包括迄当时美国嘛有一只船啊叫做罗美号，吼，伫这个车城外海发生传染。啊！因登陆起来了，嘛只有南台湾族甲杀掉，包括迄个船长夫人哦，罗美号的船长的夫人，啊，因为伊甲头发盘起来啊，啊，地薄啊，啊，南台湾族人唔知影嘛，当作查甫头嘛剁掉，哦，所以美国就向大清抗议啊，哦，啊，所以迄阵尾啊。美国的代表，美国代表包括迄阵聘请一个翻译，好、哦，伊来跟这个台湾族来协商，来签合约。咱的南台湾族是跟美国签一个国际条约，吼、哦，合盖的对吧？就要求讲将来呐，无论对一个船啊来到这发生传染。啊，人若要爬开岸顶，袂使阁深入。你要上岸了，你若白天你爱举红旗啊，做记号。啊，上岸了伫安全的所在，都袂使阁入去啊，阁入去。还有原住民个台。啊，若暗时啊，你得爱举火把，吼、哦，起来上岸了，安全的所在都袂使阁去啊。啊，等原住民。来给你引出，你别再擅入伊个传统领域安尼，哦，所以迄个条约，哦，就是咱南台湾族跟美国签的国际条约，啊，这若有机会，这个台湾主问题的部分我会去讲哈，这是比如我有六段啦吼，六篇这个台湾主问题，哦，我咧讲，一般咱台湾人起低啦吼。七个月较早，吼，阮爸爸妈妈，我若有饲猪，我知影七个月，差不多200天，迄猪大只，就会当掠来卖，掠来杀。吼，啊，即马猪吼，拢用荷尔蒙生长激素咧饲吼，因都饲甲肥肥，哎，拢无啥健康，佮拢注抗生素。但是1949年吼，蒋介石为中国。引进到要200万只猪，你话予咱饲，咱已经甲饲70吨啊，会杀得，咱拢咧纳税金咧甲饲，对无？哦，所以台湾有很多猪的问题，哪卖只来，咱袂过甲只艰苦，哦，所以台湾这些猪问题哦，我们要好好来研究，对不对？啊，今仔天较忝。哦，所以您较辛苦一个，啊，希望讲，阮只工作来只讲，会提起你爱台湾的心，好好来保护台湾，好好来替台湾行出一条生路，安尼，好不好？啊，咱做伙来拍拼，好唔好？多谢各位，谢谢。